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目前呢，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今天的10:0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此刻发射已经进入倒计时，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实时画面。本次任务是天舟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组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第四次应用性飞行，也是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之后的首次发射。我们的节目将对发射过程进行直播报道。